She was the first to say that list. Is that true? No. No, it is. No. You were. 我说你怎么这么250？啊、uh. 啊！你知道他会说什么吗？他说250你呢？太爱干净。哎，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太爱干净。晒太阳之后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晒伤了，因为他在太阳底下睡着了，睡了两个小时。对，我们墨尔本人是世界上最浪漫的。别吹了，别。老公，我什么时候不听你的？She was wearing a little T-shirt with little angel wings on the back. That's cute. 其实说句实话，我觉得像他们这种感情，其实我觉得反而更不被大家所认识。